运动变成头晕。好，可以了，来，交给你。好，谢谢。这次因为 OCF 的原因，所以去参加了 Mozilla Fest MozFest 2023。那这场活动其实在疫情开始之后呢，就开始演到那个转移到线上去进行。那在开始之前，其实有这个 OCF 这边有进行一场这个领航员的这个导览，所以说使用他们的网站去报名啊，或者是去查询浏览他的这些活动呢，其实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蛮好的一个体验啊，不会太困难这样子。那其实将来在比如说 Summit 2024的时候，今年比如说或许可以采取这样一个模式进行这样的一个浏览的方式。那第一场活动就是他们这个开场白呢，就是一场这个有音乐还有诗词还有讲解的一个即兴表演的一个活动。这场活动它是在一个 3D沉浸式的一个环境进行，虽然说不用戴 goggle。 那这边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主题是游乐园，那旁边有这个云霄飞车啊，不同的这个帐篷这样子。那你到每个帐篷可以进去，好，然后它帐篷里面有不同的内容。那因为有这个视障人士这个需求，所以它这个预设值一进去的时候，它这个所有的这个语音的这个服务导览呢就全部开启的。那其实它这个体验其实并没有很好，因为其实这种叫你会听到一些背景的这些声音，就好像电影这个《王牌天神》，金凯瑞他听到很多人同时在祷告的这个向上帝祷告这个那个情况这样子。那最后终于在这个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才发现可以一个个去把这些导览的声音给关掉。所以说虽然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可是实际上对第一次使用的人来讲呢，其实我是觉得其实有一点点太多余了，我会倾向于使用一些比较 2D 的方式进行这个事情这样子。那进到其中一个这个 tent 里面，然后发现他因为主题是 AI， 那这个主讲者呢，他用 AI 生成了很多他这边产生出来的这些内容，包括左边这些金鱼，这图片没有很清楚，这是黑黑的这个金鱼啊，因为这个主题叫做 Moby Dick，Moby Dick 就是有一本英文的著作很有名，叫做《白鲸记》。那 Moby Dick 是《白鲸记》里面的这个抹香鲸的名字。那中间这一个，它是一个它用 AI 一样 GPT 生成的一个这个水手会唱歌的这个歌谣。好，那这个歌谣呢，它是用 ChatGPT 生成的。那它的这个生成就是给 GPT 下一个指令说，假设你是这头鲸鱼，你是这头抹香鲸，你会怎么写这个歌谣给要猎杀你的这些水手们这样子。那在广场这边，它也有另外一个也是 AI 生成的一个捕鲸的这个影片哈。那所以基本上这整个流程就是以 Moby Dick 这本书为一个背景，然后用 AI 去展现出它的这些内容。当然这几年 Mozilla 还是 focus 在AI 的这一个道德规范，所以说不免说它也把一些目前 ChatGPT 有的这个一些绯闻不好的这个丑闻给它呈现出来。比如说他们这个剥削在肯亚的这些人呢，利用他们去来train 他们的这个 AI。 那这场这个 Mozilla Fest 其实用到很多一些类似 immersive 这种沉浸式的这种工具，这是另外一套工具他们使用的。其实它非常的像是一个图像式的，你看有沙发区啊，然后有个大电视在这边。那它的用法是你进去之后，每个人都会有一个这个 avatar。那你 avatar 如果说我要跟其他人讲话的话，是可以讲话的，可是要把这个 avatar 移到那一个人旁边。好，就好像我要跟你讲话，我站很远你听不到，可是我站在你旁边才听得到。他把一些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物理的这个限制呢，挪到了这个 VR 的这个世界里面。那其实这东西其实蛮符合现在很多脸书他购买的，他收购一些公司的 VR， 他们也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好，所以是一个比较蛮有趣的一个呈现方式。那这些是一个 workshop， 那这些 workshop 有时候会利用 Mirror 或是一些 online 这些这个 co-work 的一些方式来进行这些 workshop。所以说如果在未来，如果 Summit 里面的人如果想要进行 workshop 的话，可以
多多的利用像这种工具来进行这些事情，像这都是利用标签纸的方式来进行这个 workshop。这是另外一个在进行 workshop 的时候，他们利用就是一般的这个文书处理器。那这个是在做 design thinking， 那这个就是不外乎就是先让一群人在那边讨论说，假设我们现在要开一个 social media 的 app 这样子，那开发这 social media app 它需要什么 ？TA 是谁？需要什么样的功能？要不要用相机啊什么之类的？要什么分享功能？那他一边在讲的时候呢，旁边就会有一个 designer 一路的把这个 markup 做出来，甚至把它变成一个 rapid prototype 可以动的这样子，透过 Figma 去进行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东西全部都在一个小时内可以完成这么多事情。那我觉得这一场活动，这一次活动含金量最高的应该是这一场，这是由 Baker Mitchell， 就是Mozilla Foundation 的 CEO 啊，他主持，然后邀请了 Mozilla Venture 啊，就是他们的这个BC Arm 啊，来进行的这些大咖来进行一些讨论，讨论说未来 Mozilla Foundation Global Program 就是全球的这个 program， 还有以及这个 venture 这个 BC 呢，他们将来会针对什么样的案子去投资？那其实他们这边讲到说，未来展望呢，就是他们会针对投资项目，他们会特别看重他的这个永续经营的能力，以及他的这个数据呢怎么去商转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未来其实他们会特别青睐说能够结合，比如说像某种科技可以结合很多人的力量去造福更多的人群，比如说像是阿拉伯春天这样的活动。那所以像这个基本上就是他们未来会针对投资项目呢会希望看到的一些部分。那所以如果这边 Julian 这边有其他的一些这些项目呢，其实如果说觉得自己符合这个身份，符合他们的这个标准筛选标准的话，其实可以跟他们联系他们就是会想要了解这些案件。那虽然 Mozilla 其实不是只有 Firefox 的 browser， 其实他们有这个 VPN 的这个服务，但是 VPN 服务呢目前只提供给一些特定国家，大概不超过十个吧。所以欢迎台湾民众在这边去他的官网呢，然后呢在这边一人一千，请他们早日提供免费的 VPN 服务给台湾，谢谢。非常感谢 Nick 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会。